昨晚的风暴可真够猛烈的，哎，彩石场就这样毁掉，必须要在达利亚小姐。啊，你也醒过？昨晚的风暴那么大都没有被……啊，对了，达利亚小姐一大早就离，达利亚小姐都这样努力，一定要在达利亚小姐回。 使用工作台制造，哇，没把工，你仅仅挖鱼就用身，别忘了使用矿镐就可以挖掘岩石哦。
造建筑需要借助使用地，就用这把。快跟上，快跟上！接下来，喂喂，你看，这里是大理，将这把清理沙滩，准备迎接大理亚小姐。早上醒来，那为啊，你看不见。得把祖传的剥皮。担心你，辛苦了，这么快就搞到了足够的路轨。如果有一些坑，收割那。
般，要想办法吧。如果有水啊，有必要快上。是夜盲虫的首领。没有鳞片的提马不。你叫提曼，竟然让出、啊、喂喂，达利亚小姑姑，提曼在我们的家，只是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已经软钢女孩。哎，今天最不要请。虽然这看差不多行不行？你睡，啊，既然他不愿意，好久。早上造访邻居岛屿，你知道卡很喜，不过真喜有这，哎，吴许凡，请你，哎，你走开，女孩子
歪歪，你还没有解释为什么。提马，那边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达利亚。说回来，